就在前面，我好像看到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化石？怪石魔鱼肯定是在被咱们抓到之前就变成石头了。可是呱唧，怪石魔鱼根本不存在啊！那你怎么解释化石自己跑到这里来了呢？问得好，这是个未解之谜。嗯。我觉得你们几个根本不相信我的海盗传说。真抱歉各位，是我不好，我不是故意要吓唬大家的。我才不害怕呢，不过是你肾身退而已。你是怪石魔鱼吗？不是，抱歉，我是一条枪鲫鱼。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枪鲫鱼是生活在恐龙时代的呀。我们确实还存在，不过一般习惯躲起来自己过日子。太神奇了，一条活的枪鲫鱼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可是你为什么要拿走那块化石呢？对，抱歉。 只是我有点害羞，而且不习惯有客人来访，我觉得躲在化石里你们可能就没兴趣，然后离开了。好吧，除非能穿过那些岩石，不然永远都没办法离开了。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。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，收到请回答。洞穴太深，收不到任何无线电信号。别担心，伙计们，咱们自己想办法出去。 要是更多石头落下来就麻烦了。呱唧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鱼呢。八只鳍可不是白长的，还有这条尾巴。可你不觉得疼吗？一点都不疼，我的鳞片超级坚硬，像铠甲一样。那我们挖掘出路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忙清理石块呢？我觉得完全没问题。 大家加把劲，马上就要通了。他可真厉害，就像杂技演员一样，所以咱们才一直抓不到他。慢点，慢点。 我们出来了，可是化石哪儿去了？你是说像我的那块石头吗？在这儿呢，接着。谢谢你刚才帮我们，很抱歉我们闯进了你的洞穴。我们没想到有东西住在里面，更别提是一条活着的枪鲫鱼了。啊，真的没关系了，不过下次的话。 可别再把我当成化石了，放心吧，伙计。哎，击个掌吧，庆祝一下，我还活着。